所以咱用真轻松的心情啊来学习讲是安怎，咱要来唱这个歌哈。因为第一首叫做《福尔摩沙颂》，哦，咱看伊的歌词内底有写着讲，这个福尔摩沙是真早真早以前西班牙人甲咱讲讲，这是咱所爱的所在，哈，哦。伊就讲福尔摩沙，咱的梦，咱的疼，哈，哦，咱的爱，哈，哦，亲像阿母咧叫阮的名。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美丽的梦。我唔知这首歌，唔知有人捌唱过无？哦，伊这首歌的歌词哈，当你真正真足安尼一直甲想，一直甲唱，我相信你若甲唱入你的心内内底时阵，你会感觉你的心会流目屎。哦，当我这首曲捌伫台东迄边。看因咧唱的时阵，唱到落尾，造成讲，因遮大家拢去思考一件代志：，咱的台湾遮尔水，咱的妈妈遮尔啊勇敢，遮尔啊坚强，甲咱撑到遮大汉。但是全世界唔知影讲咱有一个台湾这个名，咱甲想一个真艰苦性的代志。当咱啉到台湾秘鲁，拢讲这就是台湾秘鲁。当咱讲到台湾乌熊，哦，这就是台湾乌熊。但是讲到台湾人，咱则变作是中国人，真奇怪，是安怎咱毋是台湾人？所以自古早咱的教科书内底一直甲咱教是讲，台湾人也是中国人，因为我们都是五千年来。中华文化皇帝子孙的后代，其实这是很错误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这的时候，我们在唱这些歌会感受到说，我们是不是像妈妈这样一样，一直在叫我们，叫我们做什么，叫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在台湾出世，我们不是对那边过来，哦，咱是伫遮真真正正，咱若是伫遮出世的人，就是台湾人，毋是予别位管的人。所以我第一首吼，要来介绍讲，安尼后边毋知看有无，还是咱讲即个华语毋知台语听有无？有啦吼，好好真欢喜吼。安尼我用迄个台语来发音吼。咱第一首，咱先听看讲即安那唱吼。伊第一段是。佛摩萨，咱的梦，咱的爱，亲像阿母叫阮的名，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美丽梦。第二段哈。佛摩萨，咱的梦，咱的爱，有咱祖先留过关，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美丽梦。佛摩萨，咱的梦，咱的爱，无怨无悔来期待，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咱的梦。这是一个很轻松的歌谣，啊，我先给大家声明，这个名字是跟我一样，这个作曲是叫做郑智仁，我很刚好跟我同名，啊，我也叫做郑智仁，啊，跟我很刚好跟我同故乡大二水，啊，所以会引起很多人误会说，诶，你敢是大二水，我说嘿，对，啊，你敢叫做郑智仁，我说对，啊，你是不是很爱唱歌，我说也对，安尼，你的迄个
演唱会迄个票跟什么，迄票唔是咪先当一张给我。我讲我拢唔捌开过演唱会吼，啊，所以我无啥物演唱会的票给你吼。原来我才知影讲，共故乡、共名、共姓，嘛一个叫做郑智仁，伊将这个《福尔摩沙颂》甲当作像妈妈咧唱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真感动吼、哦，因为咱大家拢真知影讲，这个妈妈的疼是上界高级，拢无下属吼，伊、哦、是疼是完全疼着伊囡仔，所以当咱咧看讲。咱唔知道有同款的心情疼惜咱台湾这块土地无？当你若用往往甲忽略的时阵吼，你会当去思考一届。好、哦，所以我咱第一届咱来唱这个歌吼、哦，来，咱来听歌照这个曲嘛吼。啊，大家吼会当开嘴话紧吼。这不是唱好听歹听，我感觉讲唱歌是一个真快乐。当你若一直唱歌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的心情愈唱愈欢喜，吼、哦，来。咱一旦把这个心情吼，把放好轻松，无要紧吼。第一段爱唱出来就是吼，抚摸少咱的梦，咱的爱，亲像阿母叫阮的名，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。永远抱着美丽梦，来，咱来唱看卖下嘞哈，来，咱尽量大声吼，唔免客气哦哈，来。这首《福尔摩沙颂》吼，捌伫即个美国迄个所在吼，伊咧演唱的时阵，有侪人会流目屎，因为感受着讲，有一个妈妈叫做台湾，咱偌久毋捌去甲注意过，所以咱一直接受外来的政权，一直甲咱讲。我知影讲最近，咱的马先生吼，伊交代教育部要做一件代志。就是讲，咱的教科书内底爱编入这个四书五经，
这大家消息不知道有听过吗？当你听到说我们要读四书五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样，可能你会感觉说那也没什么，那本来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四书五经，它是在教育说你要做一个古早现代的老人。他说你看，在我们读四书五经的官员里面，就都变成很会说白贼，不然有一个叫做白贼鱼，他读最多，还有一个叫做马先生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官员。但是这个马先生他在说的时候，他说黄埔军校每一个人开始都从四书五经读起。我说哇，这样惨啊，不怪我们的将军大家就背骨，大家就去到中国跟那些男男做伙，啊，台湾是要当作什么会？好，我相信咱大家足想起讲，这是真奇怪。对，当咱咧唱这个歌，是要叫咱唤起这个意识，讲咱来知影吼，咱台湾有足济真水的歌，但是咱拢甲放袂记哩。咱拢大概拢唱什么会？最近伫这个中国那边有讲到刘家昌。他去那边做，他做一首曲叫做《中华民国颂》哦，《中华民国颂》啊，我感觉说对啊，这真好啊，哦，那是你们在唱的歌啊。不过他去到中国变成什么会？变成《中华民族颂》，是怎么要改？因为他怕说去到那边，如果说中华民国颂会去用打死，所以他不敢说。但是我们的台湾佛摩沙颂，我相信打在我们这块土地，我们不管去到美国，去到中国，去到任何世界各国，我们都不改名，就是永远就是佛摩沙颂台湾。因为这个台湾，你如果看到说是怎样，最近还是哦，流氓政府在做霸占，哦，我都说那个做霸占，因为他的国旗都插出来，他的车轮牌国旗。当时我也跟很多隔壁说，哎，啊，奇怪，可能单位人没再来的款，哦，啊，如果来，哦，整个都收了了，哦，啊，我们 那车头的很多人就会说，没啦，那没收啦，哦，他说，啊，不过单位人来，谁都要收了了。伊家己嘛戆戆呢，伊讲啊，迄我嘛唔知影，可能吼，中国迄边来较大，啊，伊所以爱收起来，所以伫真侪即个矛盾的中间吼，咱也发觉着讲，是安怎咱爱去唱出咱台湾的歌，一直爱不断去想，因为当我感觉讲，咱唱着即个福尔摩沙，咱的梦，咱的爱。有我们祖先老鬼的歌，我们常常会知道说，我们跟我们说我们的祖先在哪里来，都说啊，中国那边，哦，甚至有人说比较土的说出，哦，我们都从大陆那边过来。但是他没去思考过那边敢真正从那里来的，我相信我们90%以上都总不是对那里来的。咱是本来咱就住伫台湾，咱本来真早以前就拢住台湾，所以咱爱勇敢讲啊，咱这个台湾就是咱真好的物件，真好的名，咱唔通甲当作讲啊，这就是放弃吼。是安那，我常常讲讲，台湾美女就应讲台湾美女，台湾乌熊就讲台湾乌熊，是啊，台湾人煞比精神较不如，比一贯美女较不如。我说这样后世人吼，来做美女不就很好，这样至少也有台湾。所以我们台湾人有很多思考，要去想说我们唱这个歌的用意是要让我们知道，哦，虽然轻松里面我们也知道说，哦，我们台湾很多歌不可以唱里面，我们都在这里要给我们介绍，哦，所以来我们再来唱一次，哦，福尔摩沙颂这个歌曲，来，咱大家吼，用
放我轻松啊，免拘束，吼、哦，免拘束。你愈轻松吼，迄歌唱起来愈水，吼、哦，愈水哦，吼、哦，来，咱用唱的就好啦，吼、哦，来，预备，来。佛摩萨拉勒巴拉涅哀，千秋阿波求古的名，有啊有啊有修啊修，愿愿破掉迷的梦，佛摩萨拉涅巴拉涅哀，乌兰卓舍那归光，悠啊悠啊悠，修啊修。愿愿破掉迷的梦，佛摩萨拉涅巴拉涅哀，无还无回来期待，悠啊悠啊悠，修啊修。愿愿破掉难的梦，来对着来，悠啊悠啊悠，修啊修。愿愿破掉难的梦。哦，真好哈、哦，这首歌，当你伫真暗暝的时阵哈。你若睏袂起，你会用唱。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永远抱着咱的梦。哦，当即句话伫你的心内底时阵，我相信你的心有一日一日会真疼惜咱这个台湾。你莫去思考讲是安怎。咱台湾一直拢行袂出去，到底咱是中华台北？大概我自囡仔时阵，我常常拢问大人讲，我问阮爸爸讲，爸，伊那拿一支奥林匹克要比赛，伊拢讲中华台北，啊嘛一支叫做哦，拢用中华台北，啊是安那要用中华台北，台湾就台湾，啊伊讲伊嘛唔知影。啊！但是佫一支旗佫出现时阵，佫一支什么？中国。我讲啊，真好，佫一支。啊，咱到底是中国台北，还是中华台北，还是中国？大家拢唔知影。啊，我记得有一年，拄啊毛泽东死去吼，啊，结果大家拢真欢喜。啊，我想讲大家唔知咧欢喜甚物货，可能大家想讲啊，安尼得要反攻大陆啊。我刚一直在准备讲，哦，安尼真好。等伊死去的时阵，咱就会使反攻大陆，啊，咱就会使转去。结果一等等超四十年，拢无消无息。伫这个等待中间，我一直在敲锤讲，咱的国家到底是虾米货？伫国民党的时代，我伫高中就加入国民党的反共研究小组。这是事实，我一直研究，一直研究，敢若想讲，好，即马要爱国，就是爱参加这个组织，所以伊嘛甲我派做我是小组长，大概拢叫我去迄个青年反共救国团训练的时阵，啊，真好，拢免钱，啊，佫会使甲大家一直耍，一直耍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安尼食安尼耍，啊，真爽快。但是有一回，我举手甲老师讲讲，老师，咱反共研究小组成立几年啊？伊讲。这个历史悠久、哦、大概有二十几年了。我说、啊、那我们什么时候反攻大陆？他也说起，我也说起。他说说起你如果说这个话、哦、所以在这里可以表明什么话，反攻大陆是不可能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他只有一项，就是给我们骗。
大家都用骗的，大家都用骗的，骗讲一年整顿，二年准备，三年要反攻大陆。等我少年的时阵，互骗三年了后，我讲啊，安尼无可能反攻大陆。但是佫看到民进党，迄时阵我伫街路咧行，看一个人驶着一台青色的车，讲咱台湾就是爱台湾独立。我想想嘛，对咧吼。因为既然甲中国袂当做伙，咱就独立嘛。啊，所以我迄阵嘛足投入甲支持，但是支持了二十档以后，我嘛问一个同款的问题：啊，咱当时要独立，那遮久啊，拢也无感觉，无至少嘛有一个进展。所以骨了的时阵，我就真失望讲啊，这应该是袂当过去插啊，因为。对学生时代拼到即阵已经为少年拼到特别老人啊吼，啊结果独立也看无到，统一也看无到，啊到底无会生会死嘛已经一遍，所以你将来你去问着足济人，拢讲咱到底是要独立还是要统一？伊即马真巧，甲你讲一句啥物话？维持现状哦，维持现状，安尼上好吼，安尼维持现状，咱拢一直维持落去。敢那讲嘛那对嘞吼，也毋过维持现状，我毋知咱大家发现着啥物问题无？咱的少年人一天一天一直倒退，咱的少年人一日一日一直无一个责任感，咱的少年人一日一日一直坠落。当你看到街路内底，你会当发现着讲，古早规条餐庄内底拢总是。真水美的餐厅，但是即马你若去餐厅咧行的时阵，你拢会去看到两块坎。第一块就是讲，你有产要卖无？啊，第二块就是你要娶越南新娘吗？哦，中介很便宜。哦，拢讲到这个代志，所以咱的少年人无唔忘记。那维持现状，我感觉咱是死路一条。所以，到落尾，才发现到讲。咱台湾民政府这条路，我真清楚。咱这条路，伫民进党咧甲咱带领之下，讲起来是民主，伊叫咱讲啊，向有光的所在就甲弄去，就绝对对；有光的所在就甲一直向前行，就无唔对。但是你袂记哩，有光的头前砸一块玻璃，咱阁弄一百届嘛袂出哩，除非甲这块玻璃甲摕掉。咱才有法走出来，所以民政府的工作就是要让咱了解咱这块玻璃要拿掉，咱要走出去，不是在黑暗里面。所以在第二首歌里面，咱来看这个天佑台湾。好，你看这个天佑台湾的歌词，哦，这我也解释，不是说他叫做政治人，我很爱唱他的歌。这首歌哦，是让我上界感动的是讲，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在这个所在，当我为囡仔唱到大汉，拢唔捌唱过这两字，叫做“台湾是我的国家”，从对头到尾拢唔捌唱过，大概难免唱到。只要黄河长江水不断，中华民国哦，迄我较早囡仔做高唱，但是即摆唱也感觉足见笑，因为黄河长江，迄水到底变啥款我嘛唔知影，我规世人捌去到遐，但是伊讲咱这两条河，啊，佮咱的铁路拢总介绍咱中国有啥物山、啥物花，但是你讲问讲玉山伫倒位，无人知影。玉山伫咱台湾即块岛屿面顶，咱的囡仔，你敢问讲，我即摆。捌去到集集水里德山迄个所在，问到一个囡仔真可怜吼，我甲问讲，迄个高中生啊呢？甲问讲，这位学生同学，请问一下吼，听讲咱这个附近有一个叫做太极峡谷，你唔知知无？伊讲你问那个好像在大陆吧？哦，我听一个讲有吗？对啊，太极峡谷应该是在大中国那一边吧？吼、哦，咱拢无讲大陆吼，我真不爱讲大陆，但是迄个人家回答，咱讲中国，
伊讲太极峡谷伫中国迄边，哎，我讲是真诶哦，哇，啊，我毋着找毋着伊，转骨转去，但是骨无回心，骨问讲，请问咱这个天梯伫倒位？哦，天梯哦，天梯我不知道，讲那里就是太极峡谷，用有吗？那个太极峡谷不是在中国吗？我讲，哦，那你的认知，我感觉问到这个时阵。我感觉你若住德山的人，也是住伫迄附近的人，也是住伫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，你应该捌知影讲天梯天梯伫倒位，迄是东南亚内底全世界第二长的吊桥，第二长哦，第二长的哦，第二长的吊桥。啊，我找足久足久才怎找到迄条吊桥，我看到的时阵，迄条吊桥实在是足水的。因为九二一地震了后，因迄条吊桥全部甲重新做起来，拢总有四百几坎。迄吊桥你远远看的时阵，迄个天梯是足水的。我才知影讲，咱台湾有遮水的所在，咱拢唔知影。所以，当咱看到这首《天佑台湾》，好佳哉吼，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已经甲这个台湾。甲发觉讲，咱的地位是咱家己的呀，唔是属中国的，嘛咪属任何，吼、哦，是咱家己的。咱家己有家己的地位，咱家己爱了解，绝对唔是中华民国。但是咱防变六十几年了后，咱才发觉就讲咱错误去。所以伊伫遮，吼、哦，伊讲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徛伫太平洋的西方。善良、单纯、坚强的民风，代代伫遮咧生传。台湾是个美丽的岛屿，徛伫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，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，袂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徛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。我会勇敢徛伫遮，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当你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心爱的国家的时阵，你就会发觉讲，咱生伫这个所在真幸福。因为你若看到全世界，捌美国人问过讲，你们台湾是在哪里？我讲伫太平洋那一边，太平洋。一看看看看看看哦，太平洋，太平洋，那你那个是中国吗？我说不对不对，再过来一点。结果伊去找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土瓦鲁。我讲土瓦鲁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但是土瓦鲁竟然伫太平洋啊一点。伊讲这嘛是国家，我讲好像不对，因为土瓦鲁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。无想到讲伊甲问讲。啊！恁玉山离你们多远？我讲哦，哇，这唔知边个甲你回答。玉山就是咱搭这块土地的顶冠，叫做台湾。等下唔知影时阵，唔知边个讲介绍。所以，咱会当来欣赏这首《天佑台湾》吼，咱同齐来慢慢啊唱吼。伊这个歌吼。来，我先唱一遍哈，来啊、哦，预备，来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太平洋西方，善良、单纯、坚强的民风。代代地遮咧生团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，有天星来作伴。行过风雨，袂孤单。
虽然历尽风霜，修尽磨刀，但是春风吹又强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都市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当你唱到讲台湾是我心爱的国家的时阵，我相信你甲我拢同款吼。咱真久唔知影讲咱台湾是一个国家，真久咱唔知影讲台湾行过遮济坎坷的路。我应请教大家讲，伫咱台湾小小这个岛屿，横插过几支国旗，咱唔知知影无？拢总横插过八支国旗。每一个人来甲你插咧，讲这就是我的；每一个人插咧，就讲这是我的。插甲拢总插八支国旗，将来台湾人唔捌甲你插过一支，讲这是阮家己的，拢总是外来。所以这坎坷的路行到即阵，我相信你甲我的感想拢同款。咱犹原勇敢徛伫遮，尤其当我看到以色列人，以色列迄个国家，伫1947年因咧复国的时阵，因亡国隆重前后拄啊将近要2000年。当因亡国这个这段时间，因敢若有记载一点，因常常去一个哭墙、哭墙吼，伫遐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祈祷，一直哭，是安怎？因就是向因的神求讨，讲我要爱阮家己的国家，所以因去被欺负的时阵，因就搁倒来遮祈祷，搁哭，哭了后，因有气力了，搁出去甲人争战。但是有当时我看到咱台湾这个心情，常常拢甲你用一个，这是你的命运，这是你的命运。当我细汉时，也毋知啥物叫做命运的时阵，我知即种物件会甲一个人会斗志，甲你吞噬掉。我相信咱侪侪少年人，伊拢相信即个命运，所以伊来丧失伊的灵魂。我相信侪侪人，伊来算命的时阵，伊讲到你这个命真歹。而且，我员工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甲阮住伫庄脚吼，遐一个人叫做青面坤啊，伊拢无咧做同工课，伊敢咧共算命。所以规庄头，你闹啥物疑难杂症的代志，你拢去甲问，伊就甲你答复。啊，这就是安怎恁祖公的梦安怎安怎安怎，啊，你就爱改来改去，啊，改改来佫无好的时阵，伊甲你讲啊，恁那佫有甚物人改无着，啊，一直拖，一直拖，拖到一个拢袂记哩啊。所以我印象真深，内底有一个印象，当阮隔壁有一个阿嬷带伊的孙仔去予伊算命的时阵，伊算了，甲伊讲一句讲，你这个囡仔不得了，阿盖是要坐大只桌啊写字的人。哦，因阿妈足欢喜的，常常就甲讲，因的孙仔甲我超平坐会，啊就甲讲啊，人阮孙阿盖吼是要坐大只桌啊写字的人啊。所以有讲实在，伊的迄个姿态真悬，所以伊咧算的当中，伊佫讲，那因的孙啊吼，迄、那个青面坤啊，甲算，伊讲伊的命格，伊的八字真重。哦，我讲哎有影嘞吼，人个出世阿嬷就安尼孤正个嘞吼，莫怪伊的八字遐重。啊，因阿嬷有一届吼，来他家拄想着啊啥物货，我拄啊甲因孙啊咧算的时阵，转甲我讲，啊青面坤啊，无你甲这个囡仔算看嘞，看伊啥物命格。结果算了后，我甲听一个消息，迄、那个青面坤啊，怎甲讲？这命格4/7，
安尼尔一句话尔，啊，就拢无讲后壁。啊，我转去我真烦恼呢，因为我咧种田的时阵吼，我咧做番薯拢喺棚仔棚看咧吼。我讲哈，啊，四娘七，啊，这粒番薯都紧我咧，啊，四娘七无活动，所以我开始烦恼，我开始感觉讲，咱的命既然遮歹吼，咱来拼落去，啊，无就无命。所以我迄个时阵开始真拍拼读册，感觉讲把握机会都要开始较拼，是因为咱命底比人较歹，人迄啊介是坐大只桌咧写字的，咱无共，咱若无拼，咱可能无命。但是较大汉了后，我阁当伊甲看，实在有影，伊个囡仔拢叫讲伊咧坐大只桌啊写字，所以功课嘛真歹，啊，逐工伫遐喊来喊去。啊，所以即阵咧创啥物货，拢无咧做工课吼，啊，然后就安尼喊来喊去。伫遮个时阵，我才着惊一个讲，原来恁阿嬷讲个无毋对啊！你真正坐大只桌仔咧写字个，因为伊陪因囝坐伫乒乓桌仔咧写字。我讲有影，全世界无一只桌仔比乒乓桌仔较大只，所以即个算命有准。真正坐大只桌仔写字，但是咱听了即个命格，我毋知你个感想啥款哦。咱敢着爱互命运来安尼甲左右？我相信。在美国西点军校里面有一个校规规定得很严，就是说你如果去算命马上退学。我说哪这么严格，因为他说你的命格你要自己去把握，不是靠着人跟你说，所以你如果自己的命运你自己没办法去掌控的时候，你不适合读我们美国西点军校。我们知道西点军校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人，艾森豪将军哦，甲这个马克萨将军，佮真侪迄个可口可乐的总裁，甲包括这个英代尔的足侪总裁当中，是对这个西点军校出来，因有一个真独特的观念，就是讲你是全世界独一无二，无人的命甲你当比，你爱凸显你家己的命格，才当改变你的性地，会当改变你的命运才好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思考着讲。咱台湾安尼一步一步行过遮侪坎坷的路的时阵，咱心内如何？所以我真爱介绍这首歌，讲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咱台湾人春风吹，佫徛起来。咱遮真勇敢吼，拢无予大家安尼吹倒。我相信咱台湾人，就是虽然路途真坎坷，但是咱爬起来的时阵是真勇敢。当我有一年去看到一个人，伊伫台顶讲一句，描写着咱台湾人是伟大伫倒位。伊讲，你若甲台湾人一个甲抬死，十个爬起来；你若甲十个抬死，一百个爬起来；你若佫甲一百个甲抬死，全部爬起来。这是咱台湾人的个性吼，咱一种感。所以唔通袂记哩讲，咱的心内底就是爱有这个国家。咱来唱一首《天佑台湾》吼。咱大家吼，放轻松，阿就来唱吼。Thank you.
旋律，咱知影吼，咱来唱一届吼，咱大家吼来唱出。当你回去的时阵，我唔盲讲这首歌会当留伫你的心内底吼。不管好听歹听，这拢一回事。但是我感觉伊的歌词真重要吼，就是讲，咱虽然受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过徛。这就是在描写咱台湾人的精神，所以咱即马吼来对头开始吼，咱这个旋律拢知影吼，啊，咱来甲唱一届。来，咱预备，来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太平洋西方，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，代代伫这里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天和地当中，有日甲月，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强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哇，虽然吼，咱要行建国这条路，咱已经看到明仔的成功吼，咱唔通放弃，因为咱若讲看到台湾。天佑台湾，确实是有影。因为我刷来要介绍这首歌吼，伊叫做《美丽岛》。这个美丽岛，这个歌叫做《美丽岛》，伊是红禁唱，讲袂使你唱。哦，咱个歌词用出来看卖吼，咱来看迄个歌词内底。我对头到尾，甲看了，佮读过，佮读过，安尼甲看，看这边，佮看倒边。一直甲看，看到落尾，感觉讲奇怪，《美丽岛》这首歌到底是啥物袂使唱？吼、哦，咱大家当甲注意看卖吼、哦，这毋知打一句话是代表要暴动，打一句话是代表要反抗政府，打一句话是代表暴力。咱甲看来看去，拢无呢，吼、哦，真正拢无，敢若只水牛较歹尔。其他拢无，哦，可能水牛会共打哦，大家惊的。其他 有暴力倾向，拢总规个拢总没有，哦，啊无的时阵，写这首歌袂当唱。你甲看伊的歌词哈，伊、哦、讲：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。这首歌后边一个故事哈，甲、哦、咱民政府。足大的关系，你知道这首歌，我伫差不多20年前啊，吼，伫20年前，我要少年囡仔时阵学生吼，啊去伫内山，就是这个信义乡罗纳村内底，我伫遐看到因迄个 Christmas 吼，就是圣诞节，伫遐咧欢唱的时阵，哦，因唱这首歌，唱甲足欢喜的。啊！伊专甲因讲，这首歌吼、哦，以后不能唱了。我讲为什么？他说不知道，因为政府说不能唱了。我讲为什么？啊，就是不能唱了。啊，后加再我甲录起来。大
等下有一篇影片你会当看卖啊呢吼。啊，这首歌内底，伊专门咧介绍咱台湾的景致吼，伫表示着太平洋啊，佮遮侪物件吼，有水牛、稻米、香蕉、玉兰花。你敢知这首歌词是甚物人写的？咱大家拢捌，就是咱的何瑞元、何总督吼，因的岳母写。等我佮摕一盖来遮介绍时阵，何太太吼，何教授怎啊甲讲？这个美丽岛敢那是我妈妈写的哦。我讲敢袂遐拄好，结果佮问到尾啊。我讲，我怎去查考这个作者？果然是伊妈妈无唔对，就是伊妈妈写的，嘿，因丈母娘。所以伊写这个词出来时阵，我感觉讲哇，安那只拄好，因为伊这首曲内底一直甲咱叮咛，伊讲他们一再重复叮咛，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伊要叫咱不要忘记什么物件，唔通忘记哈。唔通袂记哩，咱是伫台湾出世，所以等下有一个影片吼，伊头前是一个牧师咧讲话，啊，伊咧讲话介绍时阵，你甲注意甲听，伊有一个叫做胡东华小姐，伊等于要唱了，伊讲讲，伊这首歌若唱了，可能后边咱拢总袂使唱啊，因为明年度一月号是迄阵是圣诞节。所以他唱了说拢总袂使阁唱啊，因为讲开始公告已经出来。但是这个胡东华小姐，伊捌去比赛冠军的时阵，唱片公司要甲讲，来，你离开你的布农族部落，我来甲你栽培。伊甲拒绝，伊讲不要，我要留在部落里面。所以你看咱台湾的这个土地内底有这么水的感情吼，咱来甲欣赏看卖啊吼。那个美丽岛，台湾特别对原住民来讲，它就是我的土地，我的母亲。当有一天你们或许有钱，可以有绿卡跑到美国去了 ，maybe 可以到中国 ，maybe Singapore、Hong Kong。但是原住民可以跑到哪里？千古以来，原住民就在这块土地，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一起为这块土地来歌颂、来祈祷，因为它是我们的母亲。台湾虽然是小小的，但是一年四季的丰盛的果树看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上帝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 beautiful island Formosa。台湾，东华小姐，她实在是，非常的优秀，她的音质是多么优美。等一下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。你知道吗？东华小姐，七年前，中华汽车举办了全国性的原住民的音乐大赛，当时有1500多个原住民男女青年参赛，不知道巴奈那时候有没有参加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的音乐特别好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比赛了半年，终于我们的东华小姐得了冠军，这样子的。当时呢，东华汽车啊，很多的唱片公司知道东华小姐得到冠军的时候呢，唱片公司亲自的纷纷的来到布农，本来要把的东华小姐带到台北成为优秀的歌手，但是当时我们的东华小姐想着凋零的部落，为什么优秀的原住民都要离开部落而去呢？所以她拒绝了这样的一个邀约，宁愿留在这块土地上陪伴的族群，重建的家园，守护着那美丽的森林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台湾是咱的母亲。我们摇篮的美丽岛，是母亲温暖的
们一再重复的叮咛，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他们一高山和田野，我们这里有我们永远的人民，一路蓝绿，一路蓝绿，一起山林，我们这里有我们祖先的生命血流。感觉什么款吼？我相信，在咱心内底，伊甲咱讲讲，咱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因为因是在重复的叮咛我们不要忘记。我知影讲，伊要甲咱袂，甲咱叮咛的时候，咱唔通袂记讲，我们这里有一群勇敢的人民，这才是咱普世价值的所在吼。当咱发现到讲，咱台湾已经有侪侪人，若无清醒的时阵，咱的感受会变作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安尼就好啊。当你问少年人讲，你的日子过来要安怎过？我捌问过囡仔，伊讲，你国小读了要读倒位？伊讲读国中啊，啊国中读了咧，读高中啊，高中读了咧，读大学啊。大学读了咧，读硕士啊、博士啊，我讲啊，那拢读了咧，伊讲唔知影。这就是咱目前少年人，伊对着伊未来方向唔对去。我感觉最近教育部要甲咱编入这个4书5经的时阵，伊内底拢咧教什么物件？总讲一句，我敢真勇敢直接讲讲，迄内底拢咧骗。因为我自囡仔读册甲骗甲大汉，相信大家拢捌背过几句的迄个诗词吼。伊讲要叫你读册是要读啥物册？伊毋是要叫你读真理的册，因为咱若知影真理，咱会当去追求去超脱。但是伊予你读的册是予你戆戆愈戆愈好，予你愈感觉你家己咧做啥毋知影。所以我伫高中时阵，捌甲老师问过讲，老师，咱拢总三句话，我背甲足清楚。第一，读册要创啥？伊讲读书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真对哦。伊讲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车如鼠。车如鼠就是讲，你若读册啊，才会使做大官啦，吼。做迄真大真大的官，因为有车他坐。啊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就是讲你若读册吼，会当赚足济钱足济钱。你若读书自有颜如玉，就是有真济水姑娘啊。我讲老师，第一句话
书中自有颜如玉吼，我对咱内底课本安尼一本一直甲掀过，佮掀过参考书，佮掀过掀来掀去，都拢无看到颜如玉，敢若一本册叫做《Playboy》有尔，其他拢无。啊，老师，你是咧骗人？当然，这毋是咧甲你骗，伊是咧甲你讲，你读册目标已经偏差去啊。咱读册毋是为了水姑娘啊，读册毋是为了要做大官，读册毋是要为了要赚大钱，咱读册是要互人敲锤真理了后，你会当去帮助人类，帮助社会。所以我看到西点军校因的第一句话，伊甲大家学生讲，我毋是要教育恁会当捌了全世界的知识。全世界知识我无得总甲你教，但是我要教你会当去敲锤真理的能力。哦，真注意哦吼！伊讲我要甲你教育的是，互你会当去敲锤真理的能力。咱台湾的教育，我爱甲你教这個。伊若甲你讲你是一个戆人，所以你无得做官。安尼你真正，我讲哎呦，我都戆戆吼，后影啦，安尼就算啦。咱的少年人敢要栽培安尼？毋是，咱若少年人，我看到中国人，伊写一个迄字句，我感觉讲，咱甲比较之下，伊讲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真侪人认为讲这对呢，哦，这真正好。但是这若互伊毕业了后，变做啥物货？变做一档拢袂晓。唔相信你来去问讲你的专职，你的专才是啥物货？考试甲补习，这是咱目前囡啊。但是外国伊写一句话来应对这句话时阵，伊讲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你两句你甲摆做伙甲读做伙时阵，你会发觉到啥物货？伫美国西方伊真理的国家，伊就是咧教育你，一针一针，你只要捌真理，你就会当去学习。但是咱遮毋是，你若无读册人，你是下品，你就去拼啊，创啥拢无？去港本去做奴才，做乞食拢好，就是你的命本来就是安尼。但是毋通袂记哩，咱台湾人的命格毋是安尼。咱台湾人真真正正，若要讲全世界有名几项，后一首，我大概每一届介绍的这首歌，拢会感觉心情真沉重吼，因为咱拢毋捌去听过，咱台湾真正这正讲咱台湾唱的哦，吼、哦，就是妈妈美丽岛妈妈，这首歌曲是由东埔国小的囡仔唱的，你甲看因唱出来迄个合声，我相信无人通比。全世界因去比赛时阵，因甲台北比赛，甲儿童迄、那个儿童合唱团比的时阵，结果无得奖。但是伊去甲外国比的时阵，迄几排评审拢种精神，落伊满分。哦，全世界第一届队伍得到满分呢，就是我二十年前去录到的。所以大家真欢喜吼，来个家分享。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，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，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。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。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Thank you.
这首歌曲了，哦，真感谢讲这个这首歌是咱正港台湾唱的。这是二十年前吼，我拄去录的时阵也无感觉这首歌好听，因为当我咧录的当中，因真侪囡仔来，拢甲校长讲：“校长，我还没有吃饭。校长，我妈妈不见了两天了。”校长，我爸爸不知道去哪里喝酒，啊，都是这些问题一直来一直来。当这个校长，再一个一个一直调集去唱，当伊咧练的时阵，某些妈妈来徛伫边啊，看伊查囝咧唱。伊问校长讲：“我的女儿唱歌有什么前途？我要让她赶快去工作。”当伊这时阵，校长甲讲。不，我们一定要把台湾的歌声留下来。所以校长伊用尽无人捌乐理、无人会晓弹琴、无人会晓看谱的之下，伊用因这种精神甲因教育。教育了的时阵，因虽然伫咱台湾比赛输去，但过因去到外国比的时阵，确实得冠军。过一回，阿扁总统要上职的时阵。敢邀请去演唱，当作者国宾外国来总统嘛看到了，当然可能有大家咧讲的款，甲克林顿总统讲：“哦，台湾迄种歌若无听到吼，即世人实在可惜啊！”听了，克林顿总统心内一直真艰苦，感觉讲：“哇，我美国总统竟然听无到，真唔甘愿。”伊怎讲？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既然我袂当去台湾听，啊，无我会当请因这个小朋友规定来美国唱。所以当迄年的时阵，2000年的差不多12月，我迄个钟头，我伫罗纳吼，罗纳村内底，当迄个广播讲好消息，美国邀请我们去演唱。
当这个消息一送放播出来，大家足欢喜的。我会记得迄个景象，大家足欢喜的。啊，大家想讲，嗯，啊，不过啊，若要去美国，钱才要出。伊讲美国拢要出，大家愈欢喜。我甲讲，我毋知使参加未？因为囡仔甲讲，你不行，你不是华纳。哦，我听者讲，哦，我做华纳的福利那只好安尼吼。啊，我嘛真遗憾讲，啊，我伫遐住十多年，啊，那毋是华纳吼。啊，若华纳毋知要偌好，我就会使转去美国。但是虽然我无去，但是我有看到因迄个影带，因有讲着讲，当伊唱予美国总统希拉蕊夫人。哦，迄克林顿夫人希拉蕊听到，甲因只小朋友讲：“哦，恁台湾是用偌济经费咧照顾这囡仔咧栽培？”迄一个胖胖迄个囡仔甲讲：“没有。”他讲：“啊，你们怎么训练？你们是不是有老师专业的老师训练你们？”讲：“没有。”啊，伊听了不可思议呢。克林顿夫人转甲伊讲：“哦，啊无安尼好不？恁留在美国，我。”栽培你们，啊，嘛是迄个胖胖迄个囡啊吼，阿公，为什么我们台湾优秀的人才都要来到美国？为什么我们部落的优秀人才都要离开我们的部落？哇，当迄个时阵，迄个克林顿夫人转来道歉吼，讲真歹势，真歹势，我袂当将恁台湾的文化，恁这个。这个东西给你拿来，你们要回到你们的国家，不然就很好。但是这缺点在哪里？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也感觉这个孩子很勇敢，他可以说出说我要回来我的故乡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经过十多年过了后，我很倒弹我们现在这个政府，因为听说这孩子有的人去卖毒去用掠去，吸毒被抓了。当伊甲我通知的时阵，我感觉是系足可惜的。即阵囡仔，咱若好好甲栽培，好好啊甲教育，我相信因会当唱出全世界拢爱来咱只听的歌曲。咱会当讲全世界若要听因的唱歌，请你来台湾。但是咱确实安尼甲放弃。我相信咱台湾人嘛，真济人全咧放弃。不是伊袂晓，不是伊无才能，实在是被放弃掉，环境歹，环境也真歹。所以伫遮，我毋盲讲伫介绍遮个歌曲内底，咱民政府每一个受训的学员会当有一个使命感，就是咱爱为着台湾打拼。所以来嘛是一首原住民的歌曲吼，当伊咧录的时阵。让我思考到很多，就是说我感觉我们如果维持现状下去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感觉吗？现在父母和孩子都要结完手了，是怎样父母和孩子都开始在竞争、哦、都开始竞争，因为老爸老母教育孩子是都跟他说，你大汉就是我的财产，你要赚钱给我开，凭着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你就要拿钱给我用。我感觉这种用金钱来应对的感情，我相信是真脆弱，大行计较。所以，咱的少年家已经大汉囡仔了后，拢开始一渐渐、渐渐，伊感觉讲，这我对着国家唔免伤在意啊。但是，刷来唱歌是由原住民吼。伊甲我熟悉是伊叫做全勇茂，伊住伫东埔。当伊咧唱这个歌的时阵，伊讲伊当伫外围咧打拼做工课时阵，伊当来甲故乡伊妈妈写一张批给伊讲讲，不管你今嘛啥物状况，你咧流浪也好，还是归乡区已经支离破碎，唔忙你会当当来咱的部落、咱的故乡，因为敢若咱故乡无变。咱的天月娘照常逐天出来，咱的星同款照着这条路，所以伊把这个批的内容甲写作一首曲吼，内容就是讲妈妈希望我回家，
啊，我逐摆甲讲讲，啊，你哪拢唔敢唱？伊讲伊无多唱个了，因为每一摆咧唱的时阵，伊就是流目屎。咱会当来欣赏这首，伊虽然无画面吼，所以伊是用最原始的音安尼个录起来。你会当闭着眼睛啊，甲思考。哦，虽然你听无迄个意思，但是伊这个歌曲内底会当予咱了解讲，一个妈妈伊安怎疼囡仔，咱的台湾这个妈妈嘛是烧伤，一直咧甲咱呼唤爱回来。迄、那个咱后一首就是《望乡之路》吼、是咱正港台湾唱的吼，但内底有一个狗仔声吼，迄嘛是正台湾的狗仔，所以拢真优秀吼。
所以咱今仔分享的时间，甲遮结束吼，欢迎谢谢大家，好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休困十分钟。